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今天拍什么？阿星今天拍的就是剪头发。好，那开始今天主题之前呢，请你确保你已经订阅阿星今天拍什么这个频道。出发吧 ，Let's go！ 哎呀，现在准备要出发剪头发啦，好不好？那各位应该知道我是嘉义人吧？所以我其实，在去台北工作之前呢，我的头发都是在嘉义弄的。一方面因为巨蟹座念旧，一方面因为我跟这位设计师实在是太有默契了，所以我只要回嘉义，不管是头发多长多短呢，我都会找他修在旁边啊，是护个发、做个指甲之类的。OK， 那我也之前也收到很多朋友的私讯说，关于我的发型是怎么弄的，用什么发蜡。趁这次回嘉义，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我都去哪里弄头发了，好不好？出发吧 ，Let's go！ 我们到了吴凤南路的 Essence， 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的理发师 Uno。Hello， 这次要怎么帮我弄？这次，我来想想看哈。好。我们这次要不要考虑一下换个新的颜色啊？换个新的形象？可以。然后把头发的剪裁，我们再换一个比较利落的 undercut。然后在刘海的地方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考虑一下短一点，做利落一点好了。好，随便啦，你比较 sport 模式的运动男孩，你高兴就好了，你高兴就好，太有默契。因为随便来了，随便来，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的飞机头已经看腻了，是，所以我这次想换个发型。好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谁怕谁 ？Go。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说你要去找你的发型师做分享的话，你要找你的发型师沟通，你可以告诉他说，头顶的这个 U 型区，你可以帮我去把上面的地方去帮我做，大约在三分，从这里最凸点的地方做三分接上来，那旁边保留这个角。那这个角如果把它修掉的话，它可能会变得很奇怪。我请他先转一下下，这个地方还是一定是要保留着，因为我们上面的头发去把它垂坠下来的时候，它这是一个节点，所以比较不建议是我们直接再往这里再把它剃掉。然后这里是最凸的地方，就直接可以接上来。在以下的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比较像 barber shop 的处理的方式，可以去做见证。见证的话，我们待会会去处理，就是这里会是做一分。两分，然后再去接上来，直接去把它做一个顺的剪成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用的是这种3mm 的，3mm 的尺寸，然后去做。潮流理发必备，因为这个工具买来就是要用嘛，对、啊、不是，我没有拿来收藏，所以、其实好用吗？其实差不多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因为它是跟大品牌联名，它的这个品牌它就是所有那种欧美的 barber shop 啊，他们都会使用。所以它的工具分得蛮细的，就该有的这么多，这都是里面的啊。对啊，它就是各种渐层的分套去做组装。对啊，要做赌场的也可以去做保留，所以你在工具上使用也方便一点。然后再来可以换一个，这是1.5。上面是怎么处理？上面的话，我们要做一个是那种均整的，在中间的地方我们会去做，在它中间的地方会去做一点弧形，然后设定好你需要的长度。OK。然后再做一个水波形的见证，把它带过来，所以它在上面的时候看起来它会有点圆形的样子。了解了。对。这地方处理的时候就会稍微把它带顺。对对对。原本这个地方门是就把它接过来，这里保留一个硬块，那这里会去把它做一个连接。那这个连接的话，大概有几种处理的方式，一种就是做厚的，我把它扫了就是做厚。然后像阿星的话，就算标准，所以我还是会把它做厚，再去帮它做一个深的锯齿的连接就可以了。算了，讲课的时候完全不同人。是要染啦、啊！要染多久啊？大概染多久？我们等下漂的话，大约需要停40分钟，我们就把它冲掉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再换下一个颜色。因为这个颜色要先把它褪色，褪掉，对，先把它褪掉，然后角色掉。我现在是不是长得很像一个科技公司上班的人呢？哦，有没有防尘帽、防尘衣？准备要进去实验室啊？没有啦，我们现在已经上完染料了哈。那这个染料上到静待40分钟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它冲掉。冲掉之后呢，就会变什么颜色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刚才就是很随性，你知道吗？也没讲太多，就说你自己帮我处理就好了，就是只要利落干净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期待一下，等一下染完出来、洗完头之后会变什么颜色吧。超级赛亚人，赛亚人，
上色了、哦。哎、欸，上色了，现在第二阶的状态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屁股快爆了。那再换一个新的屁股好了。哎呀，第二波染完这个就比较快了吧？这个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。10到15分钟，哇！用角色嘛，跟我刚要把那个金黄色的地方把它带掉，好，让它看起来稍微有点偏雾感的奶茶色。哦，就是消光的感觉。我是不是要乱讲？才不会看起来像不良少年。哦，就是要金也要金有质感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就等一下吧，10分钟后洗完就可以搞定了吧？哈。好，10分钟差不多吧。好的。开讲喽！开讲。噔。结果这头发都没了。哦，哎、欸，酷哎，这个金我喜欢哎。这个颜色它就是偏奶茶色，比较浓一点的感觉，而且质感一定是有的，必须的。因为我们如果染浅的颜色，所以它就洗两次之后，它就变成黄黄的。哦，对，那黄黄的话，那比较像是台客。对对对。完成今天的发型，搞定，非常利落，感谢 Uno， 超喜欢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阿金今天拍什么？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刚刚忘记跟大家补充一下，这间 Access 其实不只有吴凤南路店上有，它总共有3间分店，市府站前跟吴凤南路店。所以如果你要预约的朋友呢，可以到这3间去做询问这样子。如果你要约 Uno 的话，记得是提前1个礼拜，因为它比较忙一点。OK， 那最影片的最后呢，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给我分享你对这个新发型的看法，或者是你下次你想看阿星剪什么样的发型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分享哦。阿星今天拍什么？拜拜。